诸位同学，大家好。今天我们接着看《感应篇》第31节，只有一句：“受宠若惊。”这一句跟前面两句连起来，他是讲无痴啊，所以这三句就是佛家讲的三善根。这一句话的意思很深，很不容易体会。荣宠，现在的人讲的荣誉，别人加给我们的荣誉，我们自己要想一想，这个荣誉该不该得。如果不应该得而得到的，决定不是好事情。老子所说的佛兮祸所依，这个话讲的非常有道理。即使应该得的，也要尽量的谦虚，否则的话呢，也会惹来祸害。什么祸害呢？诸位如果冷静观察，你不难见到。嫉妒障碍太多，你是做的好事，你是好人呢、这个社会各地方给你表扬，很多人看到心里不舒服啊。尤其是这个时代啊，古时候人心厚道，换一句话说，嫉妒的人少一点，不是没有。现代的人已经完全没有缘分接受到圣贤的教育啊，他从小所见所闻所学习到的都是争名逐利啊，看到别人的荣宠他能放得过吗？所以在现在这个世界呢，做好事很难很难啊！做好事受人回报受人侮辱它还可以存在，受好做好事常常受人赞扬，恐怕它就不能长久了啊！你们想想看，现在是不是这个社会？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今天看到的感触尤其是深啊，我们要懂道理啊，理明白之后就晓得我们应该怎样做啊。无论做什么好事，越是大的好事，姿势越要低啊，越低越好。做好事呢，越不让人知道越好。感应篇给我们讲的即阴德，阴德就是做好事不必让人知道。让人知道的已经不是好事了。可是今天资讯很发达，做了一点点好事
哦，就有些新闻记者他们都打听到了啊，来给你报道，来给你表扬啊，让别人看到生嫉妒障碍来找麻烦。这些事情我们有没有想过啊？坏事决定不能做，好事应当要做啊！做好事最重要的一桩事情，绝不求果报。如果有希求福报的因，不但福得不到，得到的是灾祸。古时候有，现在更多。那么这样说起来，好事应不应该做？还要不要去做？给诸位说，好事应该做，一定要做。为谁做呢？为社会做，为众生做，希求社会安定，世界和平，决定不是为自己做。昨天我听了寂居士的录像带，他讲的那个是最近真实的事情啊，一个人在夜晚啊，拉了个车，拉了五个人啊，这五个不是人，五个是鬼啊，拉到一个人家门口，他们进去了，去投胎，投猪胎那个人家了，生了五个小猪啊，这个说明了六道轮回是真的，不是假的啊。这些事情很多很多啊，上一次香港雷居士在此地啊，他也给我们讲六道轮回是真的，他亲身经历的啊，给我们做了一个报道啊，我们也把它用录像录起来了。诸位常常看看这些，听听这个，这不是假的，不是迷信啊。所以问题眼光啊，要看远一点啊，我们来生到哪里去啊，会不会变成猪啊？会不会变成毒蛇猛兽啊？死了以后到哪里去，都在一念之间呢。佛给我们讲，最后一念决定你到哪里去。佛菩萨祖师大德劝我们念佛，好事情，念佛能不能往生，决定在最后一念，最后一念还是念佛，这决定往生。如果最后一念变了啊，一个不高兴，佛号忘掉了，一念嗔恚心，就三恶道去了啊。一念贪爱心呢，也许你三善道去了啊。你贪爱人天富贵呀，决定在最后一念呢。因此，我们学佛的人知道啊，信的力量、愿力要强啊。
无论是顺境逆境永远不变，我们才能达到自己祈求的目标。所以断恶修善，积德累功啊，我们常讲以这些功德回向净土啊，回向菩提，回向众生，不为自己。不为自己，我们自己所这一生所受的吉凶祸福就无所谓了，心地坦然，不放在心上啊。可是一定要断恶修善，一定要积德累功，遵照佛菩萨的教诲去做，一定是正确的。心量一定要脱开啊，诸位要晓得，所有一切的罪业从哪里来的？心量太小，容不得人，容不得别人的意见，那就错了啊！一定要学佛菩萨，佛菩萨自己没有意见，所以能够容纳一切众生的意见。佛菩萨没有意见，佛菩萨容纳一切众生意见，我们怎么会知道呢？我们看到佛菩萨说种种经，就是容纳别人意见。佛所说的经法，就是听别人意见的反应的。他的反应是真实智慧，究竟智慧，圆满智慧，所以能令众生听了之后就开悟啊，就正果啊。虽然开悟了，正果了，改变了众生对人生宇宙的想法看法，并没有改变他的生活。并没有改变他的习尚，他所崇尚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没有破坏呀。那改变众生的是什么呢？帮助众生破迷开悟了。这是佛法，这个是佛法的教学，所以佛法能令一切众生欢喜信受，原因在此地啊。话再说回来，总要我们现行能得受用。说得太高太玄，我们得不到受用，这个话叫废话。佛不说的，最低的教学，最切实的受用，佛告诉我们
要把自己的意思放下。这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证得阿罗汉果之后才能相信自己的意思。我们想想为什么阿罗汉是正觉，没有证得阿罗汉之前，你虽有聪明虽有智慧，在佛法里面讲是视知变聪，这个诸位知道啊，视知变聪拔难之一啊。那是什么难呢？所知障啊。为什么阿罗汉的智慧算是真智慧，能够相信自己？阿罗汉已经做到无我了，所以能相信自己。我们今天起心动念有我，既然有我，当然你那个念头一动，不知不觉的，不管你有意无意，决定是符不符合我的利益。有意无意，这个东西在作祟呀。什么是我？法相唯识经典里面讲的第七摩那识，执着阿赖耶识的一分，以为是我。相宗解释得更清楚，四大烦恼常相随。什么是我呢？痴是我，愚痴啊。见是我，见是什么？成见。我的想法，我的看法。外国哲学家说，我思故我在。你们想一想，就不是我见吗？那他说的没错了，我们相宗讲到的，我是什么？我是我见，就跟他讲的是一个意思。他只讲一个，佛讲四个。我痴，我见，我慢，我爱。慢是嗔恚呀，爱是贪爱呀。什么东西是我？贪嗔痴是我啊，成见是我啊。你有这些东西，你的思想见解就不会正确。阿罗汉没有了，阿罗汉这个四大烦恼断掉了。诸位要知道，我见虚脱环就断了。我见是属于见惑，我痴、我慢、我爱是属于思惑。这经上讲的这么清楚，所以佛法讲邪正的标准，正觉的标准，必须这四个烦恼断掉了。诸佛如来化身大士，心包太虚量州杀戒，量大佛大了，我们要懂这个道理。荣辱，荣这个荣誉啊，不好当啊。世间人看到好事情呢，大家都要争了。有智慧的人，聪明人，总是想尽方法
回避。这我们一定要晓得。注解里面引用了一段故事，周成王封伯禽于鲁，周公有几句话开导他，这个几句话他揭露在此地，值得我们学习。他说子无以鲁国教人，那个时候鲁国的文化鼎盛，周公嘛，周公是大圣人呢，孔老夫子一生最敬仰最佩服的。孔子是鲁国人，鲁国文化水平在那当时非常高。你千万不要以为你是鲁国人而骄傲，这总教诫他了。周公这说是无闻之，德行广大而守之以公者容。我们想想这个道理，真正有德有行的人，什么是德？我们可以说总结佛法的修学，我们写了20个字，我相信大家都记得很熟了：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是德。心里头常常有这10个字，这是德。什么是行呢？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是行。真正有德有行，那个人表现在外面是恭敬啊，对待一切众生都恭敬啊，这个人是真正的荣耀啊。我们想想他这句话，孔老夫子做到了。学生赞叹夫子的德行，温良恭俭让，夫子对人恭敬啊，不管什么人啊，绝不敢轻慢一个人，成就他的德行，千年万世后人都把荣耀归于夫子啊。第二句是投地徒弟不遇而守之以俭者安。古时候对国家对人民有功叫封赏啊，叫封土地。今天我们把这一句看作财富，你有很大的财富，很多的财富，你能守之以俭，借俭你才能得到平安。如果你有财富，你的生活奢侈，祸害就来了。在中国上最有名的失从，
大富大贵，生活享受奢侈糜烂，到最后身败名裂啊，他被杀了，财产被没收了，借鉴呢啊，财富从哪里来的呢？过去今生财布施带来的啊，所以中国过去供财神，财神是谁呀？范蠡呀。现在听说财神换了官夫子了，不知道谁给他换过来的，没有道理。官夫子讲义气啊，忠义，那这是他能，他是名实相符的。这理财没有听说官老爷的时候做过财政部长啊，啊，做过经济部长没听说过啊，啊，他理财这个能力我们没听说过啊。范蠡，你看范蠡是帮助越王勾践，打败吴国啊，他知道越王这个人可以共患难，不能共富贵啊，他忠心为国不为自己 啊。国家复兴之后啊，他知道辞职辞不了的啊，越王不会答应的，偷偷地溜了走了，改名换姓去经商做生意啊。没多久他发大财啊，发财之后啊，把他所得的财物啊通通拿去布施，救济贫苦，然后从小生意慢慢又做起，三聚三散，自己生活节俭呐，帮助社会啊。所以中国后人呢，懂知道他理财是成功的，是社会的好榜样，供奉他做财神爷。那个意思是，你们想发财的人要向财神爷学习啊，向范蠡学习啊。发财不是为自己享受，发财是为救济社会的贫苦，这个才值得，有意义有价值。发财是一个人享受，一家人享受，一小撮人享受，决定错，那会带来灾难。下面说禄位尊荣者，守之以卑也，这贵也啊。禄位尊荣说你官做得大，地位高，越是高官厚爵越是卑轻啊，不敢在人上，说自卑而尊人，你这是真正的贵人，你的富贵不会失去啊。这些教诲真实教诲啊，啊，人重兵强啊，守之以威，这慎啊，这是讲国家的这个军备武力啊，虽然非常强大啊，常常怀有畏惧之心，这是真正的胜利啊，要以这个强大处处欺负别人，处处压别人，终归于毁灭啊。所以是骄兵必败啊，这个在历史上我们看的太多了
现实这个世间我们也看得很清楚很明白啊。下面是聪明睿智而守之以愚者宜，博闻多记守之以浅者广。周公教百姓这六桩事情，金玉良言啊，这个是受宠若惊的落实。真正懂得怎样处事待人接物，怎样能保全自己的功名富贵。这得我们学习的。我们弘法利生决定不为自己为一切众生的福祉，为整个世界和平幸福诸位要晓得，你一个国家富强，周边国家不富强，中国人古话讲一家保暖千家院呢，这是事实真相大家都好，我们这个好是真的，我们一个人好大家都不好，灾难就来了你是众人之敌遭人嫉妒，遭人嗔恨，你还会有好日子过所以要帮助一切不同的族群，帮助一切不同的宗教帮助世间一切苦难的人大家才会有真正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古圣先贤教导我们的，只有不为自己才是真正的积德累功，有丝毫私心掺杂在里面，就把你的功德破坏掉了这是我们要记住的。好，今天就讲到此地。